去年 IVE 以新人之姿登上了 MMA， 并拿下了年度歌曲大赏，在舞台上感动落泪的模样，一定深深的刻在每个 IVE 的心中吧。新人상과또올해노래상을같이받을수있다는게정말너무큰영광인것같습니다멤버한명한명모두가너무소중하고너무너무고맙고아이브앞으로도아이팅할테니내년에도많이사랑해주세요아이브아이팅감사합니다昨日 IVE 再次来到 MMA， 最终也以首张正规专辑 IVE IVE 成功地拿下了年度专辑大赏，女孩们也再次在颁奖台上流下了感动的泪水。작년에저희가멜론뮤직어워드에왔을때에서도대상을받았을때가정말선명하게기억이나거든요그래서저희가다같이아이팅을외쳤던파이팅을외쳤던그기억이정말1년내내선명했는데어제가2주년이었잖아요멤버들그래서더욱더의미가있는것같은데2년동안같이한곳을바라보고걸어와줘서너무고맙고그길에다이브가있기때문에저희아이브가있는거아시죠而瑞却对自己当时因身体状况而缺席，没能和队友们一起活动感到自责。看着他难过的模样，真的很让人感到不舍呢。I am 이라는곡을정말다같이열심히준비했는데활동을갖지못했거든요근데저희의정규앨범이다보니까스케줄을하면서부담도많이느꼈는데잘하고싶어서많이노력을해서낸앨범이에요네죄송해요期待 IVE 明年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歌曲，也希望女孩们能够健健康康的一直走花路吧。